本来想昨天晚上就送给你，结果你非要和我闹。公公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不要。追求你啊！你居然不要！都是丰德出的馊主意，说什么世界上没有那个女人能抵挡住钻石的诱惑。你追求我？对啊。 风德说：“我老这么凶，所以你才不喜欢我。但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，改不了，所以就只好送你礼物，哄你开心了。早知道就不听风德那个死了都不知道开口的笨蛋的话。”公公，可是这个我真的不能要。不行，你必须收下。我公公的礼物，没有谁能拒绝。我真不能收，这太贵重了。 你确定不要？嗯，我不收。我公公的东西从来没有送出去又收回来的习惯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就扔了。喂，公公。 不好意思，公公呢？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唐毅，这不是石迪的车吗？ 如果你不能让我满意，不要怪我把三年前的事情给捅出来。石迪和唐毅怎么会凑到一块儿了？到时候甜美小公主变蛇蝎毒妇，那可一定是一场好戏。哼，唐毅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想到条件会打电话给你的。 我先走了。三年前的事，好奇怪，难道这事另有隐情吗？ 石小姐，石小姐，你吓我一跳！抱歉，少爷让我来接您回去。他还想着我呢。当然了，少爷十分关心您的。走吧。